老师有没有听过？他们之前有那个大便当，他就谎称，来，我往下找一下哈、哦。所以这个也是跟治安有关系，在这里，他一点点被骗了，电视上也有报道啊。那为什么那时候我会被骗？因为他用的是一个，就是我以前就是社团一个学长的，那因为以前我们就有这样通联过嘛，所以你的戒心就会比较低啊。那我之前还没有这个，还里面骗机有，还有另外一个，但是因为我跟他不熟，所以他要我帮他买，我也想说我要跟你不熟，那就算了吧，所以我就跟他拒绝掉。可是这个就是比较熟的啊，而且又一段时间没联络了，那我想到奇怪，怎么他也在玩点数？他要你去帮你他买什么点数哦，而且他会告诉你说，你到这边的人帮我提一提就好了，然后告诉我那个号码，所以你是车手，你了解意思吗？他没有曝光啊，他又是别人的账号啊，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他是谁嘛。但是你自己把我们阻止之后，他会有一个号码，授权的号码，你把那号码告诉他，但是买的人是你嘛，是你花钱嘛，所以从整个这个过程里面，他都是在幕后，通通都没有出现，你了解意思吗？那他想打那个号码，代表那个钱就他就拿走了。还是不要在一起了齁，所以 MSN 这边会有，就是这是刚好我自己有经验的。那另外因为大家现在 Facebook 也很多，对不对？ Facebook 也有可能会遇到诈骗的。也是会啊，有些会把你加入啊，对啊。那你敢在加入的过程面啊，这个可能是我的好朋友，那可能也是觉得你根本搞不清楚就加入好友。哇，就加入啊。那你在最后就搞不清楚到底这个是后两半也是蛮好听的程度啊。啊，所以说我后来就是把一些这个账号密码过就重新再加强一下，就因为像他们的被盗嘛，那说真的，你被盗之后，你的好友清单是都被人家知道了，重点是他会改掉你的密码，所以我后来在 Facebook 有遇到那个学长，我就跟他讲你的账号被盗用，所以我说他说他进不去了，因为他已经把他改掉了。你就说你原本用的 MSN 那个账号已经被他拿去了，那所以你的清单里面那些就有很多会受害，对吧？没办法，对啊，你去申诉那就要看啊，那个流程也算简单，对不对？那所以你看，被陌生人害还觉得好像还理所当然，被自己的亲朋好友害你就会很，因为。重点不是他本人，而是他冒用那个名字嘛，你了解意思哈、哦？你这样不是就觉得哎呦，那前面啊，这么不小心哦，真的卖好面。所以你把自己的账号密码保护好，好、哦、至少密码要加强一下，不要用那个生日啊，或者太容易被猜的。好、哦，这个是治安上可能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因为这个现在治安的问题又越来越多。还有像对以前台湾最有名的是哪一家，你知道吗？叫做东森购物，对吧？应该大家都有印象吧？那为什么他最有名？因为他最大家，其他小家的都没有曝光。就是但是最大，他只要受害者没那么多，那得要报道，对不对？因为你找这边报才比较那个嘛。好，所以说这个是要请各位哈、哦，老师有兴趣的话，麻烦你真的可以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网站稍微看一下，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式哈、哦。那密码强度这个当然您可以自己尝试看看，好，然后我在这里面呢还有列出几个有关于你可以密码设定的一些原则啦齁，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尽可能可以定期稍微更换一下，你不用说很长，但是至少也许一年两年偶尔想到就更新一下会比较安全。哎，因为你一更新了，你就会发现说，哎，可能某些东西不能用了，你就知道哦，原来我有些东西可能涉害有，因为有时候你都勾那个记录密码，对不对？这样会比较危险。好，哎，对了哈，顺便最后一个跟大家提一下，请问如果您有勾记录密码，最后是你忘记他记得，看，好，我们不是常常这样吗？你叫勾记录密码。然后最后你就每次登录啊，结果密码是什么最后都不知道了，对啊，阿边诺，如果你用的是
狗狐跟那个 Google 的浏览器的话，还蛮简单的，你可以去找。但是如果你用 IE 的，就没有那个还原的功能。所以我部落格有一篇文章是如何导核密码，那一篇是浏览率最高的。好，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又是 Google 的浏览器啊，你可以到这边来，或者是 IE， 那个火狐也有哈，从这边选项。这里有一个叫做个人化设定，有没有管理储存的密码？你把它点一下。好，已经储存的会在这里，有没有？那如果说我这边没有存嘛，好，那如果有存的话，因为是密码嘛，所以不是都是用那个星号或者一个圆圈圈吗？你可以按一下显示密码，它就会让你知道说那个密码是什么，还是比较快哦。所以你不用再去找什么其他工具啊，要好像破解里面。你就按下显示密码，就知道那个网站我是设什么。好，那如果你用的是这个火狐的话呢？我看一下哈，看一下我的电力还能用多少，还好。你如果用的是火狐，也有这样的功能哦。所以万一呢哈，您如果不见了，蛮建议就是您可以从这边再找回来哈。比如说您看这里，你把这关摸一摸，从这边有一个选项。这里有一个叫做隐私还是安全，有啊，对，有没有隐存的密码有看到吗？这有就不按给你看的啦齁，为了安全保密嘛，你知道在哪里就好了，好不好啊？所以如果老师以后用 Google 的或者 Firefox， 你就会直接